大家在组里平安，感谢咱们一组。现在西方也是进入了星期三，四月七号，那我们还剩下四个星期。 应该是回家的时间，好，大家继续努力，要记得永远,远的感恩，永远,远的走正一路，永远,远的牵着主耶稣的手走到永恒，永远的爱神爱人，要记得我们的上帝是三位一体的上帝，而我们的主耶稣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主耶稣给我们两个大揭秘，就是爱你的上帝，存心存意、存心存力去爱你，爱上帝，爱别人像爱自己一样。还有，我们要准备三件礼物，每一天都在准备，每一天都带着这三件礼物，就要去见主耶稣，见阿爸父，那就是信心、爱心与盼望。 好，讲到这边，谢谢弟弟华强先来的黎明之粮，也谢谢 k e i 每天 upload 在 YouTube 里头，还有我们亲爱的永芳姐妹放在中国的西瓜。那我相信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很努力，好放在你们的 YouTube、你的 t w i s t e r 还有 Instagram 还有很多很多了哈。好，我们继续向前跑，就要回家了。那昨天有看到。 不是昨天了、啊，我现在跟大家分享的是昨天四月六号，还有一些是五号的啊。那在五号那一天，也就是星期一的时候，看到主的手势好像啊放在那边抓紧这样，就是叫我们。 要抓紧啊！要抓紧这个时间，稍微等一等啊，很快就要回了。感谢张美主。好，那我现在其实我刚才就觉得说。 今天我们就来读诗篇，OK，来赞美主，然后我就当然心里面就问神，到底哪一个？他就给我看到三三，OK，就是诗篇三十三篇，那我们就读来好好欣赏上帝的慈爱，上帝的恩典。那第一节就是诗篇三十三第一一人呐、啊，你们要。 欢然歌颂耶和华，我们要赞美我们的上帝耶和华。正直的人应当赞美他。第二节，你们要弹琴赞美耶和华，就赞美我们的上帝。要记得我们的上帝三位一体的上帝哈、啊。我们要弹奏十弦琴赞美他。 要为他唱新歌，所以为什么我们每一天都有赞美歌呢？OK，那琴声要美妙，歌声要嘹亮哦。因为耶和华的话是真理啊，大家都知道，上帝的话，圣经每一句话都是真理真道哈、啊，没有虚假，也没有幻想了、啊，是真实的是从神而来，是从神的亲口讲出来的话，所以圣经的话是非常可靠的哈、啊。 他的作为信实可靠，那上帝喜爱公平正义啊，大地充满着他的慈爱，大家都知道，整个世界每一件。 可以讲，你这样看过去，看到树木，看到花，看到天地万物，你就可以想到上帝，欣赏到他的慈爱。所以，上帝来解决这个世界，来毁灭这个世界。所以，为什么上帝拉到这么久？第一，他非常爱世人，给世人这个机会，像保罗讲的一样。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天地是他创造的但是毕竟。 呃，人的性命比他创造的这个天地更重要，所以他一定要来救这个世界，就要解决这个世界。因为众人可以讲九十九点九八千人每天都在犯罪，都走向地狱哈、哦、啊、呃！那新的一代不如一代，所以为什么小孩子、baby 们一定要回家了？第六节，如天靠他的话而造。 啊，群群星靠他口中的气而成，就心星辰，这些都是靠神的气就成了。他将海水聚集在一起，把羊将羊收进仓库，哈、哦，收进仓库就是给上帝只是一个仓库，但是呢，啊，给我们呢就是。 啊、江江洋啊，大海洋是多么的大，但是给上帝只不过是一小小，好像之前不是跟大家讲过，看到印象就是圣灵哈、啊，他的手就。 把那个北美洲叫成一个桶子，一个水桶就是代表这个世界，因为世界这个地球是七十八仙，是水啊，最少七十八仙是水，所以就用这个水桶来代表这个这个地球。然后他在北方那边从西那边撕过来到东那边，就是打北美洲就要北美洲就要被神撕开了。 撕开了，好，接下来第八节，为因为怎样，大家可以想到，现在当我听到人家呃，非基督徒讲到基督徒的国家的邪恶，我不能够生气他们，为什么？因为真实真话啊，就是知道说西方国家真的违背上帝太厉害了啊，真的啊、呃，这样，呃，怎样讲，就是。 认为他们在做好事，其实他们在违背生命。他们把基督教毁灭，基督教为什么呢？好像中国，中国是基督教要兴起的哈，要有很多越来越多基督徒，但是呢，偏偏呢，他们西方国家就来反对中国，然后就是魔鬼用他们，用用这些西方国家的政府啊，这些政治家来。 啊、呃，来跟中国作对，还有跟呃俄罗斯啊、呃、中左作,作对，以便基督教不能够兴起啊，就要停止也基督教在中国大陆兴起，对不对？还有一个就是魔鬼做的什么，魔鬼做的是什么？就是呃俄罗斯，它是基督徒的国家，好、啊、像是去年吧，啊，那普京总统呢就在他的法律当中哈、啊，就形成说我们就是基督徒的国家，我们从。 拜上帝、耶和华、主耶稣，然后里头都要跟着主耶稣讲的话走，就是不可以同性恋啊，这些都是 illegal 不合法这些啊也不可以堕胎，这些都是不合法的，所以。 但呃，自从怎样讲，一路来都是一直要毁灭啊、呃，俄罗斯，因为俄罗斯就是很当中很多俄罗斯人哈，就是犹太族啊，很多犹太族，那也在世界第二次大战的时候死的最多就是俄罗斯人，第二多就是中国，到今天魔鬼撒旦还是要毁灭这两个国家。好，那我们讲到啊、呃、这边。 呃，我们呃，希望大家能够为中国跟俄罗斯祷告，还有很多很多国家，就好像委内瑞拉哈，他的呃总统是一个基督徒，真的虔诚的基督徒，他曾经写过啊、呃、关于主耶稣的，真的是一个呃重生的基督徒，但是就是这个西方的国家要呃，因为他做总统就要把要毁灭这个国家，还有很多啊、呃，就算。 穆斯林的国家，穆斯林的国家好像斯利亚是你他政府啊，萨是非常尊敬基督教的哈，虽然他是穆斯林，非常尊敬基督教，那西方就要把他毁灭哈，一直讲他是杀杀杀凶手啊，一直讲他这个那个要把他毁灭，对不对啊？这几年来都在一直在炸斯利亚啊，但是被呃俄罗斯停止了，所以感谢赞美主，那呃，所以呢。 为什么主耶稣一定要来啊？快快的来！西方国家太过邪恶了哦，把基督教毁灭，而不是其他国家，就是西方自说自己是基督徒，国家，毁灭了基督教。 自己呢也没有真正来信主耶稣，嘴巴讲有信，唱教会，但是不正视上帝，而且很多都已经拜魔鬼撒旦了啊！这是真实的话。那第八节，我们接下来，愿普世都敬畏耶和华，愿世上的每一个人都敬畏我们的上帝耶和华主耶稣，愿世人，都尊从他。OK，愿世人，都敬畏。 遵从我们的上帝，因为他一发话，就一出呃呃一发言的话，就创造了天地。他命他命令了，就定了就立定了万物哈。所以他把他嗯挫败，就是压倒那些国家列国邪恶的国家的谋计，然后拦阻那些国家恶恶国的计划。 他的计划远远不落空，上帝的计划远远不落空的。上帝的旨呃旨意呢是万代长存，尊敬上尊敬他就是尊敬神为上帝的列国呢有福了。 蒙拣选做他的子民的人有福了，叫什么？大家都是有福的人哈、啊。那上帝从天上看到人间，从他的居所上帝的圣所查看世上的每一个人，他创造人心，他查动，他洞察每一个人的行为，一切的行为啊。我就读到这这边。那昨天跟大家讲了、啊，看到呃天空上有两只眼睛在看着，所以就是十三节里头说上帝在天上。 观看这个世界，OK，看到世界上的每一个人，而且也看到每一个人的行为，每一个人的心。这个是前几天也是看到，呃，神讲到他在观察着人的心啊，所以感谢赞美茹，接下来我会跟大家分享看到的意象，阿门。 好，请大家看 journal page，我们就从第一开始了哈，给我比较简单。那第一那边是昨呃，前天其实是前天看到的，昨天前天看到的五号。 就是四月五号看到的意象，就是呃主的神的手哈、啊，可以说圣灵的手，他就画了两个圆圈，这两个圆圈呢是从西到东，就是呃不是像时间这样走，从东到西，它是从西到东这样，就是叫英语叫做 anti clockwise 哈，反转的哈，转了两圈，就是我们现在走倒数了。 我们现在走导数，两千就是二十四天。那二十四天呢？再加六号，昨天是六号，就是三十号，那就是四月就完了，剩下二十四天，呃，六呃就。 完成完了这个事业，然后就进入了五月啊。这边是讲完了事业。好，那我这边也画了两个圆圈啊、呃，两个圆圈其实应该是从七开始，但是我写五啊。那五到二十八也没错，因为之前有看到啊，十、呃、二点的单位写着二十八。那呃，第三个圆圈呢？第三个圆圈记得吗？在四号那一天有看到这个塞，OK，塞菜呃。 对呀、啊，就是塞宝啊，细粉，然后里头有青豆，有豆腐，对不对？一块一块豆腐，然后神就这样啊、呃，把它转了三圈，三圈，那三圈就是从四月一号，四月一号到五月六号，就是整整三圈，整整三圈，大家可以看画出来的给大家哈、哦。那我们讲到两千的话哦、呃，就从啊。呃 五号开始的话，我们就走走走走到八点的单位，第三圈八点的单位，也就是五月六号，也就是配合看到的一个汤池里头这一块牛油，这是昨天讲的一块牛油，在八点的单位啊，或者七点，或者是八点的单位，那就对了啊！感谢张美主。 接下来是在昨天早上是看到好像两个建筑物这样哈、哦，然后呢，呃，其实是比较暗的，我忘记把它画,画比较暗了哈、哦，然后就看到呃水平面和元旦班那边就看到有这个呃,呃，怎样是有这个橙色的光，橙色的光带有红色，也带有。 大多数都是橙色再加白色啊，橙色就使我想起什么呢？因为没有位置也忘记写了，就是啊，写作呃，之前在两年前看到，两三年前天四方格啊，然后讲与主耶稣在一起，所以看到橙色就知道我们要与主耶稣在一起了啊。啊，那接下来白色呢，就是圣洁啊，我们要圣洁，因为我们的上帝，我们的主耶稣是圣洁的哈、啊。 那九点二十分，接下来就看到一个建筑物，这样啊，呃，那就有火在烧。对不起，我画的真的太不像了哈、啊，就像火，大家可以想象到火在燃烧吗？就就好像阿巴拉罕在山上的时候啊、呃，那他就看到这个。 小小的树枝哈、啊，树啊，会会着火的，但是这个火不会烧到人的哈、啊，会着火，这就是上帝啊的火，OK，啊火也是代表圣灵，也是代表圣灵，所以这边看到火在燃烧，这火在燃烧是不是讲说？ 我们的主耶稣就要来了哈，然后当然有圣灵的能力了哈，一起来带我们要回家了。那这个建筑物是不是代表一呢？因为是黑色的，而且也很像一哈。那之前有看到一十二，也有看到一十八。如果一十二再加一十八的话，变成。 呃，一就一吧啊，变、就、成、是、一三十就是一个月三十天了、啊、那这边是啊、呃，看到两个，一个比较高，一个比较矮，那就是讲到还不到三十天了啊。好姐，呃，对，还不到哎。 没有，一个是十二，一个是十八，一个月啊。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不不到一个月了哈、啊。啊、呃，还有一个意向我还没有画下来，就是看到有一个男生，他把他用那个 towel，你知道吗？毛巾绑了他的手，他的手就大拇指跟第手指形成一个七，然后把他这个四个手指绑起来，是什么呢？就七乘四就是二十八，剩下二十八天了。好，接下来。 呃，火火就是很重要，火要来了啊！啊，那些正义的人才能够带上去。 就不会被火烧。如果不正义了，没有准备了，火一遇到这个火不正义就被死狼烧了哈。所以我们一定要准备好自己，不要被留下来，是一个很悲，呃悲伤的事。大家可以看到每一天的新闻哈，不知道马来西亚有没有你你们有没有看新闻哈？现在很多国家都要准备战争，尤其是美国跟西方的国家要准备要准备打俄罗斯，要准备打中国了啊啊那。 那打,打起来呢？OK，当然大家都知道，我希望大家知道，你知道吗？美国、呃，法国、法国这些，他们呢，还有英国，他们很想、很想念东南亚哦，很想念东南亚，是不是再要把东南亚拿回去作为他们的殖民地呢？因为这个受印哦。 大家要知道，这个兽系统已经跟大家讲了，就是饥二十里头的十七个国家，记得吗？之前跟大家分享的哈，啊，讲到呃十个十个头，对不对？啊、呃，没有没有，七个头，七个头，七呃十个角啊，就是十七个国家，就是饥二十里头的。 啊，二十十七个国家，但是三个国家神给我们讲不在内啊，不在受系统之内，那就是中国、俄罗斯，还有一个我很见，当时也不见怪，因为三年前嘛，所以已经跟我讲了，呃、啊，讲到土耳其啊，那讲到现就。 显示说土耳其不会参加这个受系统啊。好,好，所以其他的国家都跟着美国叫他做什么就做什么，就是跟他们联盟了。可以看到这 G 十七二十里头的十七国家就是现在要反抗要开始战争了。好，我们本来认为说印尼不会参加，但是最近新闻有没有看到很可怕哈、哦？ 印尼很可怕，就是参加，就是这个兽系统里头的一个，而且印尼就是在饥饿死里头的一个、哦、所以印尼也就是我们马来西亚的邻居，有没有？那日本呢？航南航呢？也就是中国的邻居、哦、所以呢，我们啊、呃，相信主大大的照顾我们，啊、呃。 保护着俄罗斯、中国，还有其他的国家，世界上其他的国家哈，都在神的保护之下。要记得祷告，千万要记得祷告。好，接下来。 第三那边就是看到主的手在做一些东西哈、哦，不是在做什么，你说是看到他的半透明的手，好一阵子啊，好好几秒钟，有七八秒钟，所以我就要把它画下来，因为毕竟是重要。虽然我没有看到他在做什么，但是有看到他的手在做东西，所以一定要画下来哈、哦。然后接下来就打看了一个锅，锅里头呢。 有白色的东西是什么呢？我也不知道是什么。OK，就是好像棉花、海绵啊，圣白色，圣白色就代表正义，代表神圣，对不对？然后呢，大概也可以说。 代表啊、呃，圣徒吧，呃，我们应该圣洁了吧？经过了这么几三四年，OK，有些好多年，OK，还有些呢，至少有几个月啊，如果几天也不要紧。最重要的就是你不要再想哦，想到这边是什么？有一个意向是这样，我可是看到一个意向，我一直在想神啊，什么意思啊？神啊，什么意思？但是没有先记下来。 因为你一看到一项，一定要立刻记下来。但是我就是没有在一直在问神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就好像你听到这个信息之后，你一直在想到底是真的是假的，是假的是真的，真的假的，真的假的真假假假假,假,假真真。你想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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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一过，你没有机会了。那我呢，就是在想神啊什么意思？然后呢，可以真的跟大家讲。 我可以感觉一百八千哈，神就把这个意象就磨开，就是把它拿掉，从我的脑海中拿掉，拿的越来越深，越来越深。我在想说神啊，我我这个意象怎么我一下子不不记得了？给我给我记得哈、啊！但是越求他越不见，OK。然后神就给我聪明智慧。 这个就是表示一些人听到信息，他还在想说，说是真是假，是假是真，要跟还是不跟，不跟还是要跟，到最后呢，就是什么都没有。 那如果今天听到这个信息，你觉得很难去相信，至少你准备好自己呀、啊，对不对？啊，最准备好自己每一天是非常好的事，是你要亲近上帝、亲近主耶稣。我们的信息这些都是从主而来，从圣灵而来，从神而来。那里有对人不好的，当然是对人好的，是上帝在准备大家，资助、心资助什么？昨天我想到这三个字哦。 资资就是资源，资助是什么？就上帝帮助我们准备好回家，而且资源是有关于关于 investment 的，关于呃，关于什么？关于呃财呃，你投资投资，OK。 关于这些投资的，就是你的时间放在你、嗯、呃怎样讲，放在读者手里，然后好好思念着，好好追寻着上帝。OK，这这些时间是换来以后远远的福分，远远的资源呐、啊。所以大家啊，要、呃、不要放弃机会？每一天继续努力。那我讲到这边，最重要的就是。 森森灵给我们的信息要听，听了就阿门啊。那剩下的，如果世界关于世界新闻这些有听没有听无所谓哈、啊。我只是先给大家，只是给大家说，丽丽讲的你们可以这，你看这些都是证据了哈、啊。其实我不是看一个差呢而已，没有，我就是让上帝带领我，给我的头脑说我要进来一个看，或者遇到神就说你就听，你就看，就配合配合这样哈、啊。所以我不是说呃。 二十四个小时都在一直看新闻，没有了哈。OK，我只是偶尔偶尔，而且我在看的听的时候，我通常很少看，就是听。OK，然后我在做我的功课，我的头脑就在想着主耶稣，我在想着神给我的工作要把它做完。OK，但是耳朵也可以听到声音。 讲的话对不对？一个人能够一下子做两三件事情是没问题的，OK。最重要是有神的高恩，对不对？好，接下来就看到这个一个呃，这是什么？这叫什么？一个瓶子啊。 瓶罐啊，然后在冰橱里头的第二层、嗯，然后旁边又白色的，所以我一直之前不是讲到锅里面有白色，这个又白色，到底什么意思呢？但是这个渣的上面盖子是红色的哈，呃，是红色的，我相信意思是讲我们进入这红色最后一个月了啊。那白色就是代表圣洁，就是我们要圣洁，你知道吗？我现在看到这边。 呃、代表什么？代表背提的门。OK，背提的门。我现在看下去，我画的看到的是一个门哦。OK，所以呢，门在等着我们最后一个一个月了。最后现在已经不不没有是没有三十天了，就有二十八天。好，上面第四的我讲到一半哦，那就看到这个锅里头有白色的哈、哦，然后有一。 我画的不像，它是一一条一条腊肠 o 给西方的腊肠，但是这个腊肠这上面已经把它撕掉了啊，撕掉可以看到撕掉那边，然后呢，撕掉就是说这个腊肠也也可以。 代表什么？代表最后的一个月，但是现在没有一个月了，所以已经爆开一点了啊。然后呃，有一个盖子，神的手就拿着一个盖子，盖子里头，因为你水蒸气之后不是有很多水在盖子盖子里面吗？所以盖子的水就倒进去这个锅里头。 那水就是代表上帝的话，就是 Living Works 啊，活水啊，就是活水，上帝的话，所以还有一点上帝的话，然后时间只还不到一个月了哈。啊，所以我们全部要圣洁，要回家了。接下来是看到好，OK，好，这个女的就比呃比较暗点，然后纸呢就比较啊、呃、比较亮。 那什么意思呢？这个好呢是六化，女三化子三化。那前面的一二三，五月的一号、二号、三号啊，那就呃，大家就不要那么注意，就反正会过的啊。然后最后呢就是四号、五号、六号。所以之前有看到蓝色的一条线，后面写着三三，就是五月的啊一二三四五六号那子后面是呃子了。 是两画，然后最后一画是直直的上去，有没有？好，那两画，呃，可以讲说最后的两天就是上去了，OK，字也可以啊、呃，就是四号、五号、六号，就是讲五号讲勾，天上下来勾一下就上去了，就是六号东方的六号也可以，我们西方就是五号就上去了好好，接下来是四。 然后四把什么四把呢？好像也不对呀、啊。但是它有意思的四四是,是什么？四有上面有一个字，然后有没有看到下字的下面是一个下，然后又一个人，就是那一天呢，天堂下来人就上去了，上去就八。 八就是四方格，就是天天新地，然后有两个方格，两个方格就是五月五号、五月六号，然后一个勾勾就是啊、呃、救恩，OK，就是 c u g h c u g h 就是救恩，所以这个两个字哈，你写起来你可以看到里头神在跟我们讲的话，他是说这两天已经定了，天堂会下来见人上去，然后到新天新地呢这两天五月五号、五月六号就是救恩的日子了，好。 感谢张美九，那接下来又看到这个纸啊，他只要给我 make sure 我明白啊，就这个了，然后又一画下去就是完了上去了啊。好，接下来是看到一个人很近很近，我但是我看呃我不知道是呃也不像阿巴会，也不像主耶稣，也没有什么像圣灵，但是我像是信是一个代表了哈。 然后是红色的字写着安，OK 是安，安是几画？就是六画啊。然后这个六画，这个人呢是在东方，就是呃六六号，就是东方六号了。东方六号。好，接下来啊、呃，我那时候我又听到声音说什么呢？他是讲华语的，我应该写华语在这边方格里头。但是啊、呃，不要紧，我我有发现到我写错了，但是啊、呃，但是我就不要再。 画的糊涂了，变得模糊啊，糊涂。那我就写在旁边写。我听到声音说：“新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New City of Jerusalem，New Jerusalem，OK，New、okay?。” 呃，新野路杀人，对呀、啊，新野路杀人啊，那所以今天这首歌呢，也是关于里头有讲到新的野路杀人是龙美家乡，就是讲到新天新地的家。好，那接下来呢，就看到这个龙气哈。 最小的可以讲说，能够放东西的，就是这个是最小，在我家里是小的了哈、哦，最小的，其中最小的。然后它的盖子是蓝色的，蓝色就是代表天堂、天国、新天、新地。然后这个容器呢？ 啊、呃，是代表时间，就是说我们很短的时间，然后它的形状是一个好像一这样，所以就讲到最后一个台阶，最后一个月，那是我们知道现在七呃四月七号到啊五月五号只剩下二十八天而已了哈，然后就是四个星期。那呃接下来十二那边是这样，十二是看到红色，红色是代表那回家这两天，然后青色就是走了够了。 好，接下来看到华语的字十一，然后有一把刀，剪刀是呃要剪它，意思讲这个十一是有分成五个六，五加六，所以之前五加六等于十一，th 有没有？th 就是回家啊，所以是五月五号、五月六号了啊、哦。啊，然后上面好像有一个。 呃，圆圈，圆圈是代表零了。然后接下来看到橙色的零，OK，就是回家的橙色的啊，橙色就是上去了。然后旁边这些周围都是粉红色，也就是说上去了啊啊、呃。之后呢，嗯、呃，就看到 AM，AM AM 是什么？ OK，那 AM 呢？东方应该是 AM 然后东方是应该 AM，为什么呢？因为它这个灰色的圆圈是画在东方，有没有看到十一？没有，十一上面那边呃东北的方向有没有看到一个零在那边？那是讲到东方，东方是 AM，AM AM 就是早上哈。所以呃，都呃马来西亚、中国一呃还有澳大利亚应该是在早上，我们这边是晚上了哈。 好，接下来也有看到一个，好像椭圆形这样一半而已，然后里头又有啊、呃、黑色的，就要把它剪开。什么呢？黑色就是我们想到我们的标杆就是新天新地。我们这一段神刚刚昨天跟我们讲为什么放黑色，因为放黑色，因为这个地球里头，就算科学家多么发达，他们远远找不到新天新地，远远找不到新天新地，所以是黑色的哈，他们是绝对看不到的，所以这个。 就看到神用这个剪刀把那个，呃，他旁边把它剪开，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门将会开，开了我们就进去了，然后又把它关起来了哈。 好，接下来啊、呃、是在五月，呃，四月五号，对不起，四月五号，昨天跟大家分享了，看到这个 video 有没有？然后写着一二一三，就是这首歌《何等的爱》哦，好大家好好欣赏里头上帝跟我们讲话，然后有听到声音说听，OK，之后又看到七七七七，就是上帝的盟约跟人的盟约就要成就了哈。那接下来有看到二十二十一月，二十二十一月。 十一月二十二号啊，然后又看到 FOOB OK，那十一月二十二号最重要，我回去做功课。十一月二十二号，二零二零年啊，比较重要的意象有什么呢？有写着七 OK，七，然后也写了完了，七是什么？可以说是五月七号？就是完了，第二天完了。 OK，也可以说是星期三加星期四，或者是二十三、二十四，就是三加四等于七啊。二十三二，以色列人的二。 二月二十三，也就是我们的五月五号；以色列的二月二十四，也就是我们的五月六号。那后面的三家是就是七了，就是完了。然后也有二十五，二十五是什么？二十五也是五月七号啊。那二十五也有可能代表说两个五，就是五月五号，就是零，或者是华人的智历是二十五号，就是东方的五月六号啊。感谢张美九。那接下来有看到。 七二十二，然后四放格里面写着二，OK，那二就是以色列的二月。 啊，呃，二十二，二十二再加二就是二十四啊。旁边有写二十二加二十四就东方二十四号。那西方呢，就是二十三号，以色列的二月二十三号。所以大家可以自己参考，我画下来写下来，大家自己参考。然后有看到意象，新天地哪一端？然后有二二二二二一直上去。那之前在。 二零一九年七月十五号有梦见啊，做一个梦，记记得吗？是我跟我女儿在一个 garage 里头很大的一个地方，然后墙壁很大的砖，然后有二十二出现，也没有？呃，然后呢，啊、呃，就蓝色的光照下来，照下来，啊、呃，就看到。 二 a 二 b 二 c，一直日日日日二二二二二二二，一直二二二，所以那时候就不知道什么二二这么多，到最后呢啊，从不都不见了、啊，只剩下二 c。OK，那二呢？大家知道英语字母只有多少？英语字母呃，只有英语字母有二十六，对不对？二十六个英语字母。那啊，讲到二月，二月，二月 a b c 的。 呃，二月二月呃，二十六是最后一个了，因为字母只有到二十六嘛，所以我们是二月二十三跟二月二十四，那就配合了哈。我记得在我的梦中当中，没有看到 X，也没有看到 Y 啊，也没有看到 Z 也没有看到 Z 啊。好啊、呃，接下来是呃五号那一天看到九，然后点五五。 九是代表什么？九是代表永恒。九也是代表四加五，四加五就是四月加五月啊。四月加五月也就是九，就是进入永恒。然后五五呢，当然是西方五月五号，也可以使用双倍的奖赏了啊。好，作为长子的身份啊，大家被题的都是长子的身份，双倍的奖赏。好，接下来是看到主的手是在四月五号，他的手就。 有一点喝起来了，有一点喝起来，很重要的，慢慢喝起来，喝起来就是回家了。然后有看到主的手拿着一个一、e，这样哈，大家知道一、e、是最后一个台阶，一、e、也是有之前有看到一、e e、十八、一十二，就是十八加十二就是三十，是最后的一个月了啊。好，接下来呃呃，就我刚才讲过了，手神的手好像抓紧什么东西这样，就是说我们要抓紧，主耶稣就要来了哈。 好，接下来我再加一点，做一点功课，因为有想到半月过了，昨天不是跟大家讲，我我就是不能够给答案，那时候半够了，过，又没有准备嘛，啊，没有做一点功课，半月够了，还有一个三八过了，半月够了，我们再回去算一下。五月五号回去三是欧嘛三十八，OK，回去回去半个月，然后回去半个月就是四月。 就是四月的二十号，哎呀，我写到三，哎，半个月应该是四月，对不起啊，应该是四月，因为半个月够了，到最后是半个月，应该是四月，应该是二零红色的二零红色的二十一，然后是讲写四月 April，应该是四月，对不起啊，啊、呃，那，嗯、呃，那时候是以色列的八号。 啊，九号如果再加四五天的话，就是二十三。呃，二十三我没有写错，二十呃三啊，对对对对对。 O.K. 二月八号，也就是欧码二十三，也是一直常常讲的二十三。那二月九号也是欧码二十四。那加四五天的话，就是欧码三十八、欧码三十九，那就配合了。那三八过了，就是欧码三十八。O.K. 东方就三十九，之前也有看到三十九。所以大家大家可以看真的配置，我已经写下来。如果不很清楚，可以再听，可以再回去看这个真的配置里头，我写的已经。 写下来了哈，所以大家继续努力，我们真的要回家了。感谢赞美主，阿门。